小四代，你们简直不要太爱一代二代师兄了。新年抽奖环节，左奇还抽到导演剑一张，他第一反应竟然是策划和二代师兄合作。而四代的小纪明抽奖环节，抽到了一代师兄的2000石，他高兴的好像拥有了全世界。而同样抽了一二代师兄签名照的左奇涵，也差点高兴的要发疯了。正当四代的其他小朋友因没抽到师兄兔签难过时，节目组又送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会给剩下没有抽中签名照以及抽签的朋友额外一张时代少年的签名照。就是说我们小四代那不得开心喜，没见过这么良心的节目组，太喜欢你老师。